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声啦，继续系主持有马二嘅，同埋河马仔啊。咁今次咧就唔系讲新番旧番，系讲咗原番嘅，拖咗好耐。咁应该有啲人问过我哋唔讲，点解唔讲？然后就会讲。咁拖今日先讲嘅就系呢个《机神追女攻略》啦。咁啊，嘅动画版就出咗三季嘅，咁但系就大家会以漫画版为主嘅。今集会讲嘅都系用漫画版为主。咁点解咧？首先第一篇。動畫版係 cut 咗好多地方嘅，佢動畫版唔係完整，將漫畫版佢全部 po 出嚟啦。咁漫畫有幾個篇章佢冇做到，其次就係佢 cut 咗好多嘢啦。咁我哋主要都講翻佢動漫畫版，因為漫畫版完咗噶啦。咁我哋預料佢應該唔會有動畫版第四季嘅，咁我哋會直接講動畫版就算啦。OK， 嗯，因為其實漫畫版同動畫版其實都係即係完成啦。我咁《少年Sunday Comics》嘅08年去到14年，其實足足去到6年時間噶咯。算是若木文起佢最齐都系首获知名嘅作品啦，就系讲呢套嘢之前，咁不如讲下佢嘅生平啦。不过呢套嘢个漫画台湾就尖端啦，香港就文传啦，就有少唔同啦。其实咪个翻译上有少唔同，但系个翻译咧几地道噶。我感觉上睇翻香港版嗰个《机神追女攻略》嘅话，唔紧要，你听个名字都知啦，《机神追女攻略》。喂，几多系机神沟女或者机神介女嘅啫？我觉得系真系。嗯，咁但系你话如果睇翻若木文起个生平咧，其实都几唏嘘。即係佢個漫畫創作路，其實嗱有講咧，即係睇翻啲網上資料有講就話，其實佢個人咧就即係天才橫日嘅，即係雖然起初就即刻攞到小學館個新人獎啦，跟住然後咧喺漫畫界度聲雲平平啦，有人就話佢其實應該家底唔錯嘅，咁但係咧就轉咧，其實有幾年咧佢都係一啲就得唔到呢個世人嘅賞識啊，曾經有幾年咧攞咗新人獎之後，即係沉醉啲遊戲啊，沉醉啲 game 度啊，跟住又即係搞到個人頹頹喪喪咁嘅。如果冇呢幾年浸人嘅功夫，佢點揾到神之出嚟咧？嗱係啦，因為之前咧三十零歲嗰時都做過一個自己連載一個聖潔石個聖潔精嗰個漫畫嘅，但係中間又係斷咗啦。咁嘅好彩咧，喺35歲左緊咧就開神之呢套嘢，咁啊結果佢嘅大名咧就開始被賞識啦。其實神之佢出名唔係因為佢神之，係神之女神編先出名啫，係。嗯。嚴格上嚟講，神之之前即係學完編，佢逐個逐個溝女單形式咧，並不算特別太出得出嘅係。其實我自己之前都有買呢本書，即係買到都十幾期，起初即係香港版啦嗰邊咧就未買曬咁多期嘅，咁但係會覺得如果單形式咧，其實有兩種唔同嘅味道俾你睇得到咯。咁簡單嚟講呢，其實故事其實都幾簡單嘅，咁就係呢位桂木桂馬，咁大家都有睇過都知啦，咁呢位係伽羅 game 之神，佢成世就玩伽羅 game， 佢人生就玩伽羅 game， 但問題就係有成一個惡魔叫艾律斯走過嚟，要佢就有契約，要佢拯救一啲俾惡魔附身嘅女仔，即係驅魂要做嘅儀式，咁就假要佢喺一個二次元溝裏面嘅知識混咗喺溝女三次元身上面，就係、是。其實咧，啲桂木大神啦，即係大家咁講，其實就若木文起嘅化身嚟嘅。哇！你講咁悲催嘅好似。其實基本上就係嘅，根本上即係睇翻個生平就根本就係將自己影射落去啫嘛。我真係屋企好有錢，可以不停買遊戲玩嘅，為咗你有企玩啊！啲中意嘅廢人目標，我明白嘅。係啦，即係一個人開六個 mon 嗰啲咧，跟住玩六隻唔同嘅 girl game 咁樣。我記唔知點解考試攞100分，老師出嚟獎嗰啲有名㗎啦，根本就係啊嘛，因為其實佢都係咁天才啊嘛。你將作者擺落去啊，大神就啱㗎啦。咁咧，當 Alice 就係一個叫錯誤惡魔咯，即係其實佢話就掛名惡魔，其實就真係乜嘢都唔好識做，除咗煮嘢啦。嚇、啊，唔係消防車咩？啊，除咗消防車同煮嘢之外，其實就冇乜嘢識嘅。佢煮嗰啲嘢係煮嗰啲嘢，唔係人食。我想講係啦，就即係佢嘅能力其實都異常地低嘅。咁啊，主要嚟講都係負責呢啲類似家傭呢種咁嘅打掃嘅角色嘅啫。唔係，因為見到其實咧，佢同原作咧，所有其他幾批即係都係惡魔加人類嘅組合，但問題係其他人哋嘅惡魔獨當一面可以做到嘢嘅。就得 Alice 一個係唔得，係要人類嗰邊幫佢做嘢嘅，係即係倒翻轉嚟見到嘅關係係。即係主力嚟講，你話多唔多呢、這個即係佢嘅角色？佢唔係少嘅，佢有嘅，但係即係主力嚟講，佢其實做做下已經變成，因為都成套都叫機神追女攻略。其實佢已經一開波已經注定一個輔助嘅角色嚟噶。應該咁講，女只不過係間場嘅角色，佢實際上寫嘅其實人物好少，主要係桂馬都係男主角啦。跟住 Alice 佢係輔助嘅，我唔要講啦，同埋可能。惡魔界或者神界附近的角色，佢比較多集中描寫。咁其他中間間場或者攻略完之後即用即棄角色，就基本上出嚟一兩次就冇咗，就會係第一個攻略啦。咁佢如果冇記錯啦，好似佢第一個攻略係田徑部係咪啊？步美啊係咪？步完步美嘛。第一個攻略最後一個攻略嘅角色係第一個角色，其實都幾深刻嘅，因為其實如果以動畫版同漫畫版嚟比較啦。第一季嚟講，其實做嘅角色同第二季做嘅角色都係唔多啦。即係當然嚟講，但係咧。
做起上嚟係深刻嘅。我覺得尤其是阿步美嗰 part 咧，當然步美嗰 part 係其中一 part 較為深刻啦，啲係第一個啦，佢當。因為第一個其實動畫版有啲快，佢一集就完咗清咗啦。但係就之後角色好似話動畫版最過分就係阿東山女央啊嘛，嗰加隆啊嘛，可以做幾集咁唔知點解係喺埋個真係。其他角色通常係有翻嚟兩三集戲份嘅，但步美都係集戲份啫。第二佢第三季就做女神篇啊，步美戲份就多翻少少，正常翻啫。中間前面冇咗嘅係。咁原作漫畫其實佢就主要係當係一個開場話俾你聽，我哋啲漫畫係點樣溝女。阿桂馬係想用佢遊戲知識講呢個運動部嘅女仔點樣溝佢嘅係，即係做一個示範單位角色話俾你聽，呢個故事點樣行係。溝女啦嘅角色，相對嚟講唔係話即係代謝校內佢學生或者佢班內學生。嗱，其實如果你話睇翻係有班主任啦，有俾佢高年班嘅人都有嘅，學妹亦都有嘅，咁亦都有啲咧係青梅竹馬嘅鄰居可以咁講。另外一啲咧，淨係可能係啲家外人添、啊，及後啊，及後即係及後係有啲家外人。但係動畫版好多咧，真係 cut 咗好多啦，咪真係因為冇辦法，佢第三季嗰啲根本就要趕住女神篇。嗱、啊，點解？因為其實根本上第一季動畫做嗰陣咧，女神篇出名開始，基本上係衝女神篇，因為動畫先係喺陣女神篇人氣咁諗住鋪嘅。但問題喺前面，即係學完篇佢一個一個咁過嚟咧。動畫做咗可能做成三四季，動畫跟唔切會破產嘅，所以即係跳去女神篇做。你見到其實佢點解唔做之前嗰篇？因為之前嗰篇佢冇咩特別嘅重點，佢特色嘅重點係女神篇嗰度。其實調翻轉咧，我就傾向中意睇呢套嘅頭嗰五六本漫畫嘅，即係調翻轉我自己咁啦，因為輕鬆啲啊，即係好似每個逐個攻略，每個有唔同特性啊。尤其是一集咧係關於即係中意個好普通嘅女仔，即係最後嗰、那個啦，阿紫羅阿千尋。捉一個就好通到唔普通嘅女仔咧，嗰下係幾有錯摸嘅感覺嘅。對於玩 girl game 嘅人嚟講，因為佢講話係完全冇特徵噶嘛。啊，作者但係佢將怪怪球寫自己，全部女角就係所有歷來 girl game 會我哋見到嘅女角，唔同嘅屬性，田徑啦、傲嬌啦、千金小姐、青梅竹馬咩老師連上連下啦，乜都有齊曬。佢係將呢啲角色逐個就擺落去，仲要重點係會好似攻略用唔同嘅方法，即係展現咗作者佢。嘅知識量嘅行，但係話俾你聽，我攻略過幾多遊戲，我知幾多嘅方法嘅路線，我唔會重複用同一個路線攻一個女人。呢個佢最犀利嘅地方係，啲喺前期睇嘅地方就係睇下作者點賣落佢知識同埋佢嘅技術，佢師傅士技巧係。係啊，即係最吸引人係啲，但係去到中間咧，可能我唔知係咪鋪鋪女神篇嗰度啦，變咗鋪得太多角色咧，其實就有啲就真係唔需要嘅，我覺得即係有啲其實唔使去到咁長啦，即係其實係咪去到六年咁長？尤其是中間嗰橛係真係需要刪減少少，其實冇乜意思嘅中間嗰橛。唔係女神篇佢個特別嘅地方，女神篇係個角色重用，即係前面我哋頭先我會有個話呢個故事有個特點就係攻略個女仔其實出場一集用嘅重職器就唔會再出翻場㗎啦。但女神篇係角色重用，你見到之前攻略個角色會出翻出嚟，跟住桂馬會釐定邊個係女神，邊個唔係女神，咁啊審到大陸先揾到最多七個女神出嚟嘅係。咁、其實最高潮位其實前面揾嘅都唔好重要。最高潮係千尋同埋步美兩個互相最後鬥邊個先至真正女神。嗰陣時桂馬係一個中間分界嶺嚟嘅，其實呢個係高潮位嚟嘅，故事係。係啦，咁當然啦，你話重用都有人重用嘅黑古亞嗰啲咪重用咯，即係你黑古亞嗰段。不過黑古亞係因為佢惡魔嗰度係有原因而重用啦，我咁講。啊，千金小姐都冇重，阿新馬美都重用過啦，我記得係冇咗啦已經。跟住其他啲好似老師嗰啲行過就冇噶啦已經。嗱，因為嗰啲真係唔需要，其實我覺得真係老師嗰 part 真係其實可以。老師嗰陣係因為咁，屬性我要攻略一個叫老師嘅屬性角色啫咩？咁終於女神篇唔會再揾佢出場啦，唔好玩嘢呢啲嘢真係。但係變咗女神篇，其實佢嗰個諗法係幾好嘅。點解咧？佢將所有嘢兜翻曬出嚟一次過，大家可以諗翻下，即係邊個係邊個唔係嗰幾個女神之中啦。咁呢個諗法咧，其實我覺得佢幾有心機去部署嘅。即係之前嚟講，嗱，其實咁係嘅，佢唔算係部署，我覺得佢係突然間諗出嚟嘅。但佢兜得靚，兜得好，佢將前面自己故事畫落嚟一啲地方，佢自己兜得翻出嚟，變咗做伏線。都覺得啊，原來嗰個伏線其實我覺得作者未必要伏線，佢純粹係將佢兜得翻嚟，兜得翻靚。咁你覺得佢好似兜得好完美咁樣？其實佢係突然間應該突然間諗出嚟嘅，你上面係。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利用咗一個叫做咩女角色所認知或者所記得嘅記憶嚟斷定佢係咪有女神嘅存在咧？呢點佢又寫得好喎。即係呢樣嘢咧，係變咗一個好似捉迷藏咁遊戲咧，係一個推斷嘅心理。我覺得呢段係寫得幾精彩嘅，即係尤其是佢漫畫版啊，即係我以漫畫版嚟計啊。係，因為動畫版呢個問題太快，動畫版 cut 曬啦，一嘢 sharp cut 咗，有堆人都唔知喺邊度。推理都冇直接跳位女角出嚟話佢就係女神啦，但漫畫唔係咁，漫畫即係逐個逐個揾推敲研究，經由佢日常觀察分析去諗出嚟嘅係，即係呢個係佢特點嚟嘅漫畫版係。喺動畫版冇呢個特點就係、是。
就係一個敗筆嚟嘅，係。係啦，咁但係冇辦法啦，都知道即係動畫需時兼需錢啦，咁就冇乜計嘅，有時就。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因為第一、二 season 咧做得太慢，而第三 season 做得太快咧，就變咗成個錯魔錯曬啦，即係感覺上就當然唔講動畫住啦。咁但係你話漫畫嚟計咧，其實我哋主要嚟講，你話講女神嗰邊咧，其實我覺得。恶魔嗰边咧，其实同样都几多嘢要讲。其实我觉得女神篇主要系写女神啦，其实佢个底线系恶魔界嘅新旧派嘅系咪争斗，就揾咗桂马做夹身人去教啫系。所以其实佢系两条线并辅做紧嘅系。咁你见到其实就系地面，即系女神篇就会由阿真理去负责搞啦，即、就、系、是、引导阿桂马去搞掂佢。但問題第二個片就可能要揾啦，話係黑谷係搞嘅啦，即係兩面發展嘅同時係。係啦，咁其實黑谷啊臨尾都有阿羅拉嘅幫助，羅拉就另外一個啦，即係叫地區長啊，如果冇記錯就係啦。阿羅拉臨尾同黑谷啊兩個嘅合作啦，可以咁講，即係半合作半即係利用嘅心態咧，係結果造成咗一個幾好嘅效果出嚟嘅，咁啊亦都成功叫做解決咗，係、啊桂馬最後嗰個點樣去叫醒曬咁多個女神，跟住就飛入去嗰個島度打敗咗正統惡魔派啦，可以咁講。嗱咁係有啲同時有救病嘅，即係最後話高潮位啦，打到正統惡魔派啦，但問題係呢話係 cut 咗嘅，係即係漫畫入面佢寫 skip 咗話桂馬，我搞掂啦，我收工拍嘅瞓覺先，跟住就下大朝又太陽出來了，一切和平了，咁咧就係其實啲質疑啊，嘅桂馬啊作者會咁寫嘅就係、是，因為佢以前攻略個角色咧都應該係冇咗嗰個記憶噶嘛，可能講翻我就話佢打敗咗惡魔啦，我起初以為佢會話即係最後桂木嗰個記憶係消失嘅，咁我覺得係。OK 喎，起初我諗住，即係話如果我成個記憶消失，跟最後即係遊返返去咁樣，我都覺得係可以收到貨嘅。咁但係臨尾嗰個，即係我講得漫畫，因為同動畫版嗰個結果係兩回事嚟嘅，完全。所以大家要即係如果你淨係睇咗動畫版而忽略咗漫畫版呢，我覺得大家要留意一點啦，即係唔好以動畫版嗰個嚟做結局係唔得㗎。啲惡魔好鬼死偉大㗎嘛，當阿桂馬喺船上叫返醒阿布美之後，布美女神之後，跟住 OK。得啦，多謝曬，你任務完成啦，跟住出鬧起個暴尾，得我哋飛過去打咗先，第一件事，跟住唔使你掛阿桂木嘅樓，又係哇，簡直係呢個容顏即棄嘅典範啊！第一個臨尾有翻即係地獄嗰邊嗰個阿卡利亞叫係咪啊？阿卡利即係嗰個做科學部嗰、那個，原來係其中一個惡魔新派惡魔嘅成員嚟噶嘛，咁啊派咗隊兵嚟即係打走曬嗰隊舊惡魔啦，咁啊結果阿桂馬就可以順順利利咁走啦。唔係，其實打唔打？桂馬都會翻去瞓覺。首先佢唔係戰鬥單位，佢係一個溝女嘅單位。佢成個任務裏面，佢係負責溝女叫翻醒女神。佢呢 part 做完之後，佢可以叫收工翻去瞓覺，因為打仗關佢事。其實即係我覺得就任務特登唔話佢去參戰係正確嘅。佢參戰冇意思，佢去到戰場俾人打死嘅就係嘥氣嘅就係。係啦，咁即係由軍師嘅角色啦。咁即係如果你話講到最尾嗰段啦，即係我講得就其實。拆咁多個女神之中咧，就最後真係以分開布美同埋慈禧羅真定假為最高潮位置嘅，即係你話之前嗰幾個其實咩圖書館個阿黎啊，咁阿大小姐啊，咁嘅其餘就扮男裝嗰個啦，我大小姐、阿傑啦，另外一個就唔出聲嗰個啦，好似揸住洋娃娃嗰個啦，咁其實嗰扎咧就相嚟講少啲，反而天理咧嗰個角色咧係相對有啲用㗎，即係喺最後嗰橛白伏筆嚟講。你覺得突然㗎？天理篇係學完即係最當時出場，但係佢攻略過程其實比較特別。人哋係溝完之後寫一世界咗，但係天理篇佢唔係嘅，天理篇係冇做過呢件事係，跟住直接大家最後季末咁樣攻略到佢嘅係，你見到係，係都係冇多個翅膀㗎嘛。嗰、那個角色應該係，如果你睇一睇成篇故事咧，應該係阿楊慕文你特登整出嚟引導佢之後方便佢説故事，佢係一個經由作者佢教嘅角色，佢負責引季末去完成阿作者想發展嘅故事嘅方向。其實都幾醒目啊，留翻手啊嘛，至少。呢咪好似先入面嘅拉克斯咁咯，佢一個作者嘅代言人嚟噶嘛，佢負責引導故事，佢想要目標嘅方向噶嘛係。所以佢成日咪話咧，其實我都覺得楊慕文起幾自大嘅，即係啲又可能有啲自戀咧，即係呢感覺上就係、是，即係始終成你諗下，即係真係以神嚟代表自己喎，即係你睇到佢感覺上。唔係啊，你就睇翻朱碧特篇，你明白噶啦，其實。成個神最後嘅神一知道一切嘅就係天理，其實天理乜都知道曬嘅，佢知道成個劇本嘅就係、是，所以你見到之前故事而家咁突兀咧，即係佢出嚟可以好似其實乜都知道但乜都唔講咁嘅情況咧，其實有原因嘅，佢兜得翻靚又兜得得好。嗯，咁啊當然啦，即係嗱以咁多個角色嚟講，即係我都係講啦，即係最後係高潮位嚟嘅。紫羅佢嗰個表現咧，起初一路都以為感覺上以為佢真係女神嘅，即係感覺上。但係當然啦，大家都諗下，如果佢第一個溝女嘅角色係布美。咁此路嘅機會真係相對低啲嘅。唔係，當時我哋連咗都好似炒得好興㗎嘛，兩派人係差唔多開展位係。
咁啊嗰度嗱，如果你話計動畫版嚟講，其實相對嚟講就真係悶少少，因為真係嗰個位置唔係好清楚佢哋嗰個路向，同埋即係開始覺得啲惡魔派開始嚟攻擊嘅時候咧，感覺上已嗰個 target 散咗啊，即係感覺上已經係分又要顧住惡魔嗰邊攻擊，又要睇翻呢邊嗰個咩，咁其實令到個聚焦點失咗少少咯，我覺得。因為最大問題動畫版佢冇中間嗰 part， 學完篇溝完部尾溝完啦，似落啊，因為係中間其實中間有啲劇情，即係嗱佢學完生活啦，佢入兵嘅故事啦，呢啲 part 嘢動畫完全冇做過嘅係。短咗啲咯，短咗啲係，所以你臨尾去到女神邊，點解兩批人喺度兜嚟兜去咧？因為兩個係好朋友，如果只要桂馬攻略其一個咧，你因為得罪你一個，得罪你一個，如果壓錯數咧，咁佢哋一個唔使攻略就溝唔掂，就即刻係玩嘢 game over 就會係，所以呢個先係成個鬥劇嘅地方。即係話點解啲人話就咁立落，其實因為桂馬要顧住曬兩邊嘅部分，佢驚輸，壓錯一注就玩完嘅即係。系啦，壓錯注驚一邊。但問題你對於冇睇過漫畫嘅嚟講，睇咗動畫版，你唔知兩個咁嘅關係，你就唔明佢哋做乜鬼喺度。係啦，所以變咗個情況上咧，我都覺得即係大家要即係跟翻漫畫版嗰邊會較為相對嚟講穩陣少少咯。唔係動畫版 cut 咗雷神篇啲嘢咧，即係咧睇一睇漫畫版就會明啲嘢，就即係會詳細少少，會講多啲嘢係。最後就係講話阿紫羅同桂木桂馬嗰中間一段情啦 ，touching 嘅。咁我覺得咧，漫畫版 touching 過動畫版 N 咁多倍啦。其實咁樣安排有啲嘢先係最妙，你明白？若木文喜係個神嚟噶嘛，佢咁安排有意思噶嘛。女神編出女神，佢攻略係為工作需要啫嘛，我為工作先服侍出位女神啫嘛。但你如果真係中意佢咩？但問題紫羅真係中意佢嘅，你見到係有感情線喺度嘅係，係因為出於佢係女神，我中意佢。其實佢唔係女神，我都係會中意佢係。佢一句嘢咧，漫畫版講得幾好，講得幾正就話，佢就係唯一一個人。是啊，桂木桂馬是估佢唔到嘅，即係攻略佢嗰啲諗嗰啲攻略係唔能夠攻略呢個女人嘅，即係佢有講過呢句嘢，即係佢唔能夠係因為佢嗰個攻略佢係估計唔到咯。因為如果大家有睇最後漫畫版嗰度，其實就係阿老師出嚟噶嘛，其實老師係拆穿曬阿 L 氏所有嘢 ，L 氏扮啊卡羅嗰時候，其實阿老師係一路都知噶嘛。咁最後其實動畫版係冇拆穿阿老師個真正身份噶。咁但係漫畫版係有拆穿嘅，大家要有留心就。因為動畫版冇咁樣做落去，佢唔會做專俾特編睇嘅嘢，所以老師呢條線應該都冇咗啦，都係。係啦，但老師其實漫畫版係講曬，即係佢其實老師就係邊個咯？即係就嚟專俾特編會講噶啦，同埋即係頭先嗰 part 就係、是、有一樣好特別嘅就係、是，首先你動畫版其實若文喜有其實有啲特別搞笑地方，動畫版嘅時候佢會捧紅東沙女音，大家都知啦，即係特登要幫女音配啊嗰、那個唱歌嘅歌星啦。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咧，佢、會此來其實特別優待嘅。佢特登買一隻歌要紫羅唱嘅係，係啦，咁啊特登銀荷包要紫美先又唱，因為主題曲角色歌嘅大佬，其實係其他角色冇呢個優待嘅，話俾你聽係。不過紫羅係好假，即係咁講啫。其實佢個刻畫上紫羅真係，佢唔專登畫到紫羅好靚，好特別，普通咯，真係好普通。佢真係畫到阿紫羅係一個真係普普通通嘅女仔。咁啊，佢寫到個角色咧。而得此來為一個角色唔係好樣啊，或者唔係好親近啊，桂木桂馬咁嗰一點咧係幾有一個提壺味出嚟，可以咁講嚇。冇啊，都係睇翻若如果你知道桂木桂馬等於若木文希嘅話，喺若木文希現實中對呢個角色做咗啲咩事，咁你知道其實咩叫本命啦、啊，大佬。咁啊，當然啦，阿楊木都接近四章啊，如果冇記錯就嚇，即係成套嘢嚟講，最後嗰節咧，我覺得動畫版唔夠感動啊。點解？因為我唔好明佢即係突然間上到去個台度，突然間成排啲天使咪變曬天使出曬翼嘅，咁跟住就阿紫羅喺度喊啊。咁當然情節上明嘅，但係好似剪輯上就好似有啲唔係咁順啊，即係感覺上我哋話好似感覺上唔係好理所當然，即係佢嗌話最後嗰句話佢離開阿桂木嗰個屋企嘅嗌拜拜嗰度啦，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係有睇翻漫畫版咧，漫畫版係順好多，而係嗰個情節係調翻轉嘅，即係阿桂木係去揾翻阿紫羅佢屋企去佢屋企嘅，跟住紫羅叫佢死，正常啊，大家話你啲嚟友仔。你玩我喺度即係咩情場騙子呢只啦呢只嚇，好聽啲咪叫做追女大神咯，唔好啲咪叫情場騙子咯，佢就得個仔。N 線嗰啲咯，再搭七成啲嘛，搭八船而家係話俾你聽。係啦，咁當然啦，最後其實嗱動畫版有冇噏過嘅，咁但漫畫版就噏過，其實佢就最後係寫翻曬，即係每人都寫翻封信，就話俾你聽嗰扎即係對女神嗰批啦，就話嗰扎佢哋同佢唔會有結果嘅，即係有寫到出嚟，但係其實動畫版就冇嘅。
冇啦，佢大人冇咗已經係。所以動畫版係個問題係所在就呢樣嘢，唔能夠 clear cut 咗。你話你都完咗，你就冇得 clear cut 咗個情況咧，我就覺得你做得唔係咁好啦，即係動畫版。好緊要話，佢寫封信話俾你聽，佢做嘅嘢真係工作需要，佢係做生意嘅啫。佢接受人哋嘅委託，佢中人哋嘅事，做完之後搞亂曬，打一筆勾銷，冇感情問題，冇感情瓜葛，有咩事關我事？系啦，而漫画版亦都有写啦，大神最后嗰个颈箍冇咗啊嘛，即系个颈箍自动甩咗啊嘛，第二日起身之后打败咗旧恶魔嗰个蛋啊，我唔记得咗嗰个类似个蛋嗰嚿嘢啦，咁就其实就冇咗嘅，咁就新动画嗰边我就反而唔系好留意到啦，真系。动画版都好似唔 care 呢样嘢嘅。系啦，咁啊当然啦，你话成套古仔嚟讲，都令到杨慕文熙系即系创翻高峰嘅一个，即系创一个高峰啦，亦都系即系带动咗一个大家对。鋸到驚個感覺咯，即係以前一係話鋸到驚啲渣咁啊，冇乜特別咁。第其實呢個漫畫咧或者小説啦，其實寫到個主角係幾型，例如啦，即係鋸到驚佢話，喂佢可以憑住自己力量咁啊，陣立啲美女又好，咁啊靠我自己能力打機嘅能力去識現實嘅女仔，咁啊或者去即係成為一個戀愛嘅神，攻略成功喎，俾人一種咩？優越感啊，你明白嗎？嗰種卓越嘅感覺咧，即係係好少話玩鋸佬 game 嘅人咧，係由一個負面帶翻嚟正面突然間。首先我想講一句，玩鋸佬 game 至少玩現實用咧，我就唔知嘅。但問題呢種優越感其實好多作品都有，即係純粹係不過係將啲魔法啊、超能力元素用咗個鋸佬 game 元素嘅啫。即係其他作品可能啊，超能力我威，呢、這個就我有搞緊知識我威咁啫嘛，大佬冇分別㗎。但係見到佢所謂致敬，其實呢一方面嘅就係一啲特別地方，例如話。大家都知道啊，巨木巨馬中意個以前嘅偶像，嗰、那個係一個肥肥地啊，啲蜈蚣好似成個餅嗰啲咁嘅，好似啲好鬼死肥餅嘅角色噶嘛。係啊，即係啲類似 Mask 嗰個女角嗰類咯，係。其實也係，如果冇記錯係咪即係 Talking Mac 其中一個？有少似嘅，我覺得又係話佢有棵樹噶嘛。佢如果佢講就應該講緊藤崎詩織嘅，我覺得就，但係就唔知係咪，即係佢話有棵樹啊。睇個髮型似藤崎詩織㗎，但係個樣就係成個花師奶嘅樣，即係好似係扁嘅樣。其實啊，邊個黑桃啊嗰個助手都係花師奶嚟㗎。佢神大人佢中意嘅係內在，唔係外表。即係佢好似之前話齋，佢玩嘅 game， 即係我哋話致敬作品啊嘛。佢入面致敬啲八 bit 啊、十六 bit 遊戲㗎嘛，係。佢以前嘅日本遊戲八 bit 十 bit 畫面核突但超好玩，依家作品哇 3D 立體有具有胸有腿 ，I'm sorry， 不過唔好玩，完全係冇內在味，有外在冇內在，即係呢個就係倒翻轉嘅就係、是，即係可能話神大就諷刺呢樣嘢，其實就係佢有㗎，佢曾經有一個講過話對作品嘅愛係點㗎，當然呢個好似喺漫畫版先有，動畫版好似冇啊。咁佢講話就啲創作公司就睇阿桂木桂馬寫嘅評論。跟住然後就走去啟發佢哋即係做作品嘅，我記得有一節係咁講啊，漫畫版啊，咁啊頭嗰唔知第四定第五本嚟㗎，單行本係有少少諷刺味道㗎，我覺得係有少諷刺得緊呢個遊戲性啦，同埋呢個對作品嘅愛啦，同埋對呢個作品所入面嘅人物嘅投入感啦。佢哋有寫到好幾足，我覺得佢有少少咁嘅味道啊！特別佢咁寫法嘅時候，又話係一個資深又天才嘅遊戲迷兼評論家，佢借呢個《木桂馬》呢個角色，廣闊咗發揮咗佢對於遊戲日本遊戲界一啲評論睇法，喺神域睇下嚟噶嘛，獨到噶嘛，你聽唔聽先？聽咗著數啊，大佬咪先？所以佢其實我覺得啊，楊慕文喺其實佢有啲咁嘅，即係借住呢個故仔嚟想講現實咯。同埋一樣嘢，佢寫得幾好，即係好似你所講咯。通常有啲作品話嗰個人係好中意玩 girl game 嘅，咁可能只係一啲即係成日諗住 girl game 嘅嘢啦，好狂熱啦，或者只係諗一啲譬如用魔法啊嗰啲嘢嚟即係叫推動個故仔啦。但係其實對個整體個實力啊，或者個主角嗰個能力值其實冇加到啊嘛。但係呢度嘢咧係直直接接就係因為佢嗰種玩 girl game 嗰種熟練嗰種能力。而加上佢嘅聰明才智，去推斷到每次攻略嘅角色如何去成功，如何係去 plan， 如何係去做一個好好嘅計劃，先至去攻略呢。啊，呢、這個我覺得佢都幾好，同埋佢一集咧，即係講話阿阿哈古華嗰個助手花師奶咧，
阿黑狂話佢助手冇用嘛，阿桂木桂馬同佢相處咗一日半日，已經知道嗰個花師奶咧，其實係點樣去攻略噶嘛。即係講真，佢呢個咧，我覺得佢寫得係唔錯，即係證明桂木桂馬係有用個腦同埋有用對眼去睇所有事咯。動畫包好似冇呢個角色去睇。冇㗎，就係得阿黑狂話出場，但係佢角色好似動畫版開頭諗住睇呢個人嘅，跟住之後冇呢個角色係。因為其實主要嚟講，其實連漫畫版都唔係好噏得好多，咁但係就。有講過下啦，因為每一個佢哋都話嘛，每一個嗰啲惡魔都一定有一個即係叫屎魔啦，可以你講你當係一個屎魔咁咯。唔係，其實最有趣嘅就係其他作品呢、這個可能佢作品有個男角，佢真係搞到驚喺呢個佢可能佢嘅特性或者佢嘅行為嘅啫，唔會反映到佢能力值上邊。但呢套唔同，即係我哋話齋主角佢嘅搞到驚唔知係特性，有個能力值，佢玩得越多搞到驚，佢嘅知識量越豐富，對佢針對佢故事攻略，佢嘅挑戰佢難度可以越嚟越高嘅係。嗱，即係例如點講咧？我如果以呢、這個即係譬如阿 L 氏同佢個關係咧，同靈之士魔嗰兩個關係比較，那個感覺上咧，嗱佢又勝佢一籌，即係佢係有佢嘅才智，有佢嘅能力，有佢嘅推理去做咧。走過嗰個就係利用啲打啊咁啊，當然佢係有用個腦嘅，但係我感覺上就係即係不停用魔法啊，用成咁嘅，再加上即係一啲及後嘅古仔啦。咁我覺得佢個古仔推進係勝靈之士魔一籌啊。即係如果你話都係同等咁樣，又係一個阿 head 加個阿士魔咁計嚇。同埋你用腦嘅作品咧，有時候可能要扭橋扭個頭，跟住走個魔噶嘛，喺呢度。但係呢度唔會，佢扭嘅橋就係搞嘅唔係橋。曾幾何時就揾佢搞多幾面，又會見過呢位作品，有咩場景，有咩角色，有咩屬性，佢兜翻出嚟又話俾你聽，套翻落去啫，一樣啫嘛，冇問題嘅，即刻啊明曬打到 ，OK 搞掂。楊慕文希真係做得唔錯，當然即係我都係推薦，如果大家係以漫畫版為首啊，動畫版真係因為斬得太亂同太啲節奏太怪，因為換咗兩個，如果冇記錯係第一、二話同第三話係換咗兩個監督嘅，所以變咗真係完全兩回事嚟㗎。唔關監督事，我覺得係其實成個動畫都係亂嚟㗎啦，真係冇辦法，可能真係資金問題。不過係有樣弊病嘅，佢嘅角色塑造咧就真係唔係話好令人有好深印象嘅，即係嗰種咁嘅。除咗阿 L 氏啊，即係除咗 L 氏同埋阿楊慕文希，即係阿桂木桂馬啦，其餘嗰啲就真係你話好引起其他人嘅注意啊、感動嘅少嘅，我覺得。即係少人，就算你話 cos 都少 cos 呢佢嗰個作品嘅角色有嘅，我喺香港都見過有人 cos L 時 cos 阿桂木桂馬，但係真係冇乜人 cos 再其他嘅角色㗎啦。應該我哋好似講到就係完嘅，因為我哋好難講，即係我即係鬥出翻，即係佢呢套動畫嘅強弱點咯。我想講就係話，唔係啊，即係我哋講到好似女神編四完，女神編完㗎啦，係咪咧？其實唔係㗎，女神編後面仲有故事㗎，係就係。哦，咁啊，係咪 Jupiter 仲有一個？是啊，朱比特篇啊嘛，跟住回到過去啊嘛，拯救未來啊嘛，呢篇嘢點解我哋好似講到唔會講嘅？其實唔係唔講，好快講完搞掂佢。其實冇乜特別係，佢純粹係作者回收翻前面未解完嘅伏筆，同你講多一次，解曬全部嘅迷又 call up 完咗佢啦，就即刻係。咁其實都應該啦，再翻去兜冇乜意思嘅，尤其是呢啲咧做完高潮位之後咧再翻兜咧唔得嘅。唔係做完高潮位，係做完動畫版。再做係冇意思，新地話俾你聽，你壽命完結咗就當完咗佢啦，當完佢。咁其實我覺得咁樣都啱嘅，你完結咗係好過即係夾硬就拖落去啦，唔通你真係仲想再睇咩？有時啲嘢即係完咗個故仔，佢最後阿紫羅個答覆，大家都知其實最後答覆係即係叫模棱兩可啦，可以咁講。你再噏佢同紫羅個發展其實又冇乜意思，你寧願俾佢呢種咁嘅感覺吊住尾嘅，我覺得會係一種對讀者嚟講係一種欣慰咯。喂，其實咧好大嘅。當佢宣布會完嗰陣咧，其實故事仲係高潮緊嘅，你見到係即係最後同最終 boss 打，唔知邊個 boss 啊嘛，佢未翻到佢現在啊嘛，佢好似難分難夠高潮啊嘛，係居然第一集就話呢邊嘢會完，但係三集完結啦，跟住啲人話發生咩事咧？係唔好明嘅，大家會覺得呢個嗰應該係開玩笑嚟，原來真嘅係。冇辦法啦，所以啲人會覺得其實係新尼強行 cut 咗嘅，係唔關事嘅，即係唔關作者事，係作新尼你 cut 咗佢。新尼當時見動畫版做，要揀要去拉長去寫，跟住到動畫完咗之後，覺得冇量價值 cut 咗佢就。呢個內幕好嘅啫，就唔知係咪真嘅就。都啱嘅，我覺得即係你唔 cut 都唔係，你又冇嚟中途做15、16集，你又冇咩，除非你話留翻啲喺 ATS 播啊，或者其他播啫。如果唔係，你話啲嗰啲個播咁啫。如果唔係，其實意義又唔係真係咁大咯。就揀推落去，即係你長得一季又冇用啊。佢個故事又唔會話雕製到成點。其實楊慕已經仁至義盡啦，見到佢成個故事交代曬，即係佢成個回到過去篇話俾你聽，
點解故事會發生，咩叫紙日神之世界，成個世界劇本由佢去定，佢返到過去喺個細路仔嘅年代定立曬成個劇本，定好曬邊七位女神，定好曬自己點樣攻略曬佢哋之後，再返到去未來世界玩自己呢個 game， 即係 game 係自己發明嘅，係話俾你聽。咁即係因為開頭點解玩呢個 game 呢，佢就話現實世界個好屎嘅遊戲佢唔想玩，佢想玩以前嘅遊戲，但玩玩發覺佢又會返到過去之後，嘅咁嘅話，我改造呢個世界，呢個世界變咗我自己想嘅玩嘅遊戲係一個，咁就定到呢個七位女神出嚟就係佢自己揀佢係。哇！咁啊，當然兜翻出嚟叫做兜得翻正，同埋講翻阿大惡魔，即係阿大骷髏阿老師點解會成日好似由頭到尾好似針對佢啊嘛，幫住佢咪針對佢係，然後就有原因嘅有伏筆，佢解曬嘅佢故事解曬，咁佢兜得翻兜得靚嘅，我覺得冇問題啦，算啦可以。雖然俾人應該叫腰斬，但係佢腰得嚟，佢解曬啲謎冇任何伏線留低，我算好啦已經係。係，因為如果大家有睇漫畫版，最後嗰句就係阿大骷髏頭其實收起咗佢好多嗰啲 PFP 噶。咪佢嗰時窿咗嘛？嗰時我一報尾話點算啊？我帶好多電池玩咁緊要啊。係啊，咁當然啦，你話即係以 Jupiter 嚟講，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冇睇啦 Jupiter， 但係就我覺得如果以咁樣嘅編排嚟做收結咧 ，OK 嘅喎。又講真，即係你做翻曬成個解翻曬啲謎，有啲人可能真係唔好明嘅，睇得唔係好清楚，咁啊再同你解得清楚啲咯。咁啊又其實又你要推進又磨又冇意思，咁啊我覺得寧願俾開個合身㗎啦。冇啊，即係始終大家都明白，阿桂馬佢係一個後方，你即係你其實如果當戰場而家打仗，佢係後方官員，佢做情報，佢做情報處理，佢負責溝女。溝完女之後，前面打仗死咗人唔關佢事，佢唔會參戰嘅。佢係即係，所以其實之後見到新嘅惡魔或者天堂啊，打到亂七八糟都，佢係唔會參戰，佢唔會插手嘅。佢係，所以我覺得桂木桂馬係應該要羽扇關根嗰啲咧，即係戴住個咩羽毛啊。佢唔會出戰，即係佢諸葛亮嗰啲指揮。佢玩嘅打撈 game 同玩戰略 game 嘛，大佬佢冇戰略嘅知識嘅話，拋起身之前會打會俾人打死噶嘛，所以佢即係做後科溝完女就得㗎啦。佢係。嗯，所以咁嘅故事都發展局限咗佢之後，就算可能你見到連場幾篇好重要嘅，即係惡魔啊地獄嘅大戰咧，佢係唔可以參戰，因為佢唔識得參戰，佢冇機個能力就可以參到佢係。不過我有個即係唔係太好嘅預感啦，即係對於阿楊慕文喜，即係因為其實我覺得今次有機會可能係即係佢漫畫創作之中最高嘅頂峰嚟啊！我感覺上係，因為點解呢？如果一個作者係將自己嘅感情或者將自己成為第一身掟咗落去個作品度呢，即係再去寫一個故事又好點都好呢，其實可唔可以再創一個高峰呢？我感覺上好難喎。佢最大嘅地方就係佢係將佢自己學你話齋開頭話齋，佢係屈得咗唔知十幾年做一個宅男嘅生活，將佢自己打機嘅各自感情或者評論擺就係嘛，係即係佢玩完啲之後，佢吸曬佢入面嘅知識啊，佢經驗冇曬，佢再畫下邊作品架，可能要累積一批新嘅知識。如果唔係，或者佢可能舊於重用咯，揾翻一個舊一個套出嚟咯，冇嘢噶。就難咯，即係你要再闖呢個高峰係好難，所以有時呢啲都係作者嘅樽頸位嚟嘅。尤其是呢啲咧，一講到話將自己幾廿年嘅或者十幾年嘅經歷寫埋曬出嚟，而好成功，突然爆出嚟之後，你再想拱前啲咧。难啊！唔紧要噶，你有一部咁劲嘅作品流逝，好犀利噶，你惊你好过啲死唔断你嗰啲啊！真系系咪先？你死唔断就得一部啫嘛，都系冇分别噶。最死到核突嗰啲就咁啊，唔好讲啦，真系。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套嘢咧，其实即系总括而言啦，我觉得系好睇嘅。即系你如果你撇除咗中间女神篇之前嗰集，即系一啲我觉得唔系好需要嘅攻略再喺度嘅时候咧。其實就整體上，我覺得係可能中間嗰橛 cut 到六本，即係四至六本嘅單行本都得嘅。但係如果你話整體上嚟講，仍然可觀嘅呢套。嗱，呢套嘢點樣睇呢？首先問你朋友，七位女神係邊位？問完之後，你睇前面嗰 part 學完篇，你跳嚟睇之後唔係女神嘅嗰個角色，你都飛嚟睇，你畫個樣啊啱你，雙畫面咁 part 就啱我嘅，我睇一睇冇所謂。跟住發覺老師唔係幾啱你，佢後面又唔係女神 ，OK pass 飛咗去得㗎啦 ，OK 如此嚟咧，跳完之後就睇女神篇就得㗎啦。咁你應該飛咗大概四分嘅劇情可以係。係啦，咁但係有幾篇就唔可以飛嘅，例如黑古華啦，惡魔關於惡魔阿羅拉啊，阿羅拉嗰篇唔飛得，因為其實最主要嚟講就係呢兩個帶動到成個最後個故仔點樣打敗個惡魔嗰扎咧，其實呢度係寫得幾多啲，佢兩個係即係繼桂木桂馬之後，其實最主要嘅角色嚟㗎。咪即係為跳躍睇囉，即係可能睇下桂馬喺嗰集裏面講啲咩神嘅理論啦，即係遊戲嘅理論睇囉。即係大家可以去追看返呢套嘢，其實真係我見到楊慕文係俾好重心機去做，但係可唔可以再創一個高峰就真係大家我都覺得有好大疑問囉。尤其嗰間嘢叫小學館。
记住，不是少年针，是小学馆。记住呢个时候就，佢有冇下一步咧？就诶。今日我哋都回顾晒呢套神作啦，神大咗咪神作咯，啱啱冇事啊，我但系我合理，我都系，系啦，我都觉得系嘅，咁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咯，好，咁我哋下次可能睇下你嘅作品啦，咁多谢各位，偷声，好，拜拜，拜拜。